一念无明从哪里来的？啊，这是佛教的根本大问。啊，根本大问，你在此地问出来了。你这个问题呢，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富罗那尊者向释迦牟尼佛提出这个问题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他有解答。这个问答了在《楞严经》第四卷里面，啊，你去先去读《楞严经》，啊，如果经典太深了，《楞严经》翻的是比较深，啊，如果是难懂了，你可以看注解，啊，近代人的注解了，圆因法师的注解，啊，注得比较浅显，容易呀，啊。看得懂，啊，你可以看圆因法师的《楞严经》讲义，啊，《楞严》的注解很多，啊，从古到今呢，大概有六七十种之多，啊，那我见过的大概就有五十种，啊，所以这个注解非常丰富，啊，都值得做参考，啊，你去读经，这一个问题不是两个小时能够讲得完的。